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莫，来看一下耶瑟夫的演艺之星时装。正如其名，时装的原型来自于浮士德。根据某度的资料，大致内容的话就是柴火盖世的学者浮士德，因为科学知识对宗教带来的限制，对生活丧失了耐心和渴望，于是在魔鬼墨菲斯特的引诱下，在世间游走观看。为了能够拥有貌美年轻的女孩玛格丽特，与魔鬼签下契约的浮士德在一夜尽情欢愉后，踏上了一条地狱之路。浮士德的话从此背上了沉重的盔甲，和魔鬼作伴，踏上一条艰难跋涉的苦行旅途，期间经历见到种种奇观异事，直到最后面对纯洁而充满爆发力的清泉，他终于选择了摆脱魔鬼，找回自由。在时装细节可以发现，摄像机上摆放着一本书，上面左半边部分的话应该是浮士德和墨菲斯特，代表的应该是浮士德善与恶，而右边部分的话应该是浮士德和玛格丽特。那这款时装的另一面会不会就是魔鬼墨菲斯特呢？大家的话可以期待一下，整款时装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